禁片播不停，向左王钉鞋最劲。呢一幕似曾相识咧，不过主角就换咗做强国极左分子司马南。佢之前喺海南大学讲 talk， 点知台下有个学生唔啱听啊？因为是一个政治正确的问题，对不对？你在那里说得很好，你回去住宾馆啊！我反驳你，我可能进小黑屋了。第二个。全场拍烂手掌不得者，仲有人开微博声援，呢啲先系真正嘅大学生啊！咁惹火，好可能系司马南被传系薄熙来嘅文胆，仲好掰重庆模式添。但系而家老板失势，做细嘅佢当然冇人俾面啦。有网民就闹爆：咁 like 毛泽东，今日唔记得咗毛泽东年代，你要俾人戴高帽游街啦！依家掟鞋，简直系对你嘅奖赏啊！薄熙来被中共伤开之后，政治生涯近乎玩完。咁啱喺呢段时间，网上忽然疯传一度被列为禁片嘅老毛太咗江青拍嘅《黄老五》。有人就拎薄熙来同谷开来夫妻同江青比，佢哋所犯嘅罪都同江青好相似啊！